卷饼包，有没有超可爱的？肩背、斜背、手拿都可以，然后这活动可以拆，然后拿下。我觉得它滚变配色，这两个色绝美，超难选。超美的。看你们喜欢什么色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它的皮革，近看一下，就是很有质感的、这个。质感就好了啦。有没有？就是纹路的，有压纹的那种皮革。然后里面是这样子。藏起来放不下。嗯。藏起来放不下，不好不好？啊，我有帮你们试过的、，iPhone 大的都放得下，好不好？对。好，这样子打开的话，它就是两格这样。全身皮长椅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它链是双拉链，所以我觉得放东西打开是还蛮好，就是放进去。其实它容量蛮大的哦，各位，容量蛮大的，同的 iPhone 啊，大只的啊、哦，轻松，非常轻松，好不好？非常轻松，对。背带是可以调节的哦，很加分。真的这样搭配超有质感的，而且它连手把的地方都车线，然后皮革的，这样子。很有质感，对不对？然后拉链很好拉，拉链很好拉。然后你要肩背的话都可以，收拿也超 Q 的，就这样，很挺，就是比较不容易会变形的包包。